那学习的阶段困难还是有，因为我们内心如果造成一个自己想要去跨越的一个门槛的话，我们会一路去追寻我们想所向往的那种境地啦。我在突破一些东西能造成一个完美的或者比较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会觉得内心是很高兴的。下一个类型我会注入比较多的个人色彩，比如说多媒材的共构这一部分，我加入了木头啦、金属啦，或者甚至于天然漆啦，这样子来参入我的作品。每一个石头其实都是宝贵的，然后它可以产生很大的附加价值，你的整个生命的那种活力把它注入在作品里面，那我认为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日久生情，变成我注入很多情感在石头上面，石头也可以给我一个无言的好像回馈一样。因为我对石头的感情已经那么的深厚，甚至于跟他已经交往那么久了，其实我们很容易的借助一个好像一个瞬间，我就可以理解到我必须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它。我自己追求的是说，我如果能对艺术有所开悟，那么我大概很多的东西会循着我所要走的路去走，但是我认为不设定的情况下才是对艺术的开悟啊。这个作品叫做实境空境，我用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基本的造型，月里面还有一个实体的山，那空间上面它挂着一个要下垂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悬在那里那一个环。我们讲说空就是不空啊，然后真空才有妙有啊，就是说一旦你空的时候你就有无限的有啊。那我想表现这种实跟虚在我们东方哲理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哲学。这个作品叫做温馨的梦，我的梦塔的原型是一个像片状的东西逐渐的堆叠上去，像一个宝塔的形状。那梦塔就是说人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不容易去达成的，一层一层的那摇动的骨干像一个风中的火苗。高挂的月亮形状上面，我就在做实体的功能性的艺术物件的那种表现上面，我上面趴着一个猫在睡觉，在形体上面它是不是能传递一种温暖的乐音伴随的美梦，我把它做成艺术性的机能性的物件。失恋这个作品是一个在失恋过度的人基本上用一种扁平压缩的形态去表现它可能更有张力你看到的作品里面可能腿也是薄薄，身躯也是薄薄的然后脸是勾着，是在好像在失恋的形状，那后面一个背景有
一个妈妈的形状，哦，显然的他是在思念母亲。为什么要再做一只鸟在椅背上面？那鸟在事物上面好像人跟灵界的一个沟通的媒介，我希望它造成这样子，那个鸟变成，如果你在思念你的亲人，但是你无处诉说的时候，你可以跟鸟说。我希望那个鸟是有那种意义在里面。这件作品也是我梦塔系列的一件作品之一啊。这个金属的鱼跟玉的本质穿梭在这个女人的发髻，因为我也学了玉雕，所以我对宝石我也比较理解。每一种材质的美，它可以在上面同时呈现。这样子的超现实的构成，哦，似乎在说人在往梦塔的一层一层的阶梯上往上爬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扇窗都打开你记忆的盒子，这个是在我描述的一个重点。我自己追求的是说，我如果能对艺术有所开悟，那么我大概很多的东西会循着我所要走的路去走。但是我认为不设定的情况下才是对艺术的开悟了。